吴若希呢日举行歌迷聚会补祝生日，咁啱同师妹谷子乔撞期搞活动，唔通一姐争夺战真系越演越烈？六一个一啊嘛，系嘛？六一儿童节嘅一，如果我哋系争嘅话，就系争边个可以做到儿童咁样。咁啊，唔紧要啦。其实因为我自己觉得做，即系做一姐，我以前觉得喺一姐系一个褒义词嚟嘅。即是一個、哎、即代表你是很懂得 take care 人啊，很懂得令到 很照顧到其他人、嗯、但是現在我不知道是我 get 到不同還是怎樣，我覺得開始變成做一個貶義詞、嗯、那我就會覺得、哎、既然如果這個是一個貶義詞那爭來做什麼、啊、樣咯，所以我又覺得、嗯、即現在做事可能最重要是自己開心。讲开儿童节 ，Jenny 又有冇准备礼物俾女女呢？我个女个老豆今日无啦啦去咗、一间玩具店买咗好多玩具俾我个女，嗯、但系、一份礼物都冇我份咁样，咁所以都唔紧要嘅。其实我依家就系见到个女开心就我就好开心啦。仲坏个女啊？其实惊噶。但如果仲壞個女嘅話咧，我就會教訓咗佢老豆先嘅，係啦，因為主要仲壞都唔關我事嘅，就係、是、關佢老豆事嘅咁樣。咁、就睇下會唔會即係希望個女即係快樂咁樣成長啦，係啦，唔好令到爸爸難做啦咁。